因为我做的是清扫标本。做之前要先设定流程图，然后再设定变数。虽然一开始的时候很麻烦，但是最后修改时候很快，然后又很容易。一开始我们要看的就是钱投过去，它跳很多，所以我们后来用加其他的程式把它改掉，然后。后来我们又遇到了那个没有钱却让你玩，但是后来我们又把它改掉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有时候可能不太好。